们去哪儿了？他怎么手机一直关机啊？他出差了。出差？他去哪儿出差？他去了大连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晚上的飞机啊，我帮他订的。昨天晚上？几点？我帮你查一下。哥，你没事儿吧？昨天晚上10:30。哎，他本来今天要回来的，但是他说回程的票不用我们订，他还要去别的地方。还要去什么地方？没说。他有本事永远都别回来啊！快！其实，你比我更了解曼曼。她虽然看上去外表强大，实际上是玻璃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。她需要的是那种内心强大、冷静、成熟的男人。Matthew 刚好就是那样的男人。我足够成熟。可是你太心软啊。而且吧，你天生敏感，像我们这种大咧咧的人是很容易伤害到你的。反正曼曼以前就是跟我这么说的。我不同意。你是他妈，需要你同意啊？问你是尊重你，管你同意不同意，我都得追他。你敢追我就敢捣乱。哎呦，人家是认真的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哎呀，就。认真个屁！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交往交往就了解了。他不愿意呢，会伤害你；他愿意呢，会伤害他。所以我选择先伤害你，因为你的心里比较壮实。哎，你怎么就一定说我会伤害他呢？说不定我治愈他了呢。你没有那个本事，我也没有。因为我比你强的是。我有自知之明，所以说，如果6年以前你要追他，我肯定支持你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们俩都太在乎对方，太怕失去对方了。可是恋爱和婚姻恰巧就是失去另一个人最好的方法。曼曼还问过我。人有没有可能同时喜欢两个人？你说呢？